句子，第一个怎么说呢？일이잘안돼서답답해요啊，답답하다，답답하다，经常说啊，非常的郁闷，非常的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답답，那么这个비어加这个 here 的时候呢，变什么呢？패啊，패。那么呢，답답해요，답답해요啊。第二个呢，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事情呢进展的不好，所以呢我非常的郁闷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二个呢，누가반장으로뽑혔어요？谁被选为班长了呢？啊，누가반장으로，是作为的意思，作为班长。那么这个뽑다是这个抽的意思，那么加这个 he 变成被抽啊，被选中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是过去时的 hyeot 啊。那么呢，这个 biop 跟这个 hyeot 结合起来变成什么呢？票啊，뽑혔어요，뽑혔어요啊，뽑혔어요。第三个呢，아이를의자에앉히세요，앉히세요啊，把孩子放在，让孩子坐在椅子上嘛，让什么什么坐的意思。那么这个앉다加 he 变成了实动啊。那么这个니은保持不变，지어跟 he 变成了气，앉气，앉히세요。第四个呢，그노래가잊혀지지않아요啊。那么잊혀지다，잊다是忘，那么加这个 he 什么意思呢？让他忘啊，那么呢，아으지다表示呢，把这个事情慢慢忘掉的意思，变得忘了啊。那么呢，我忘不了这个音乐，忘不了这首歌。那么呢，这个지어加 혀 变成什么呢？翘，잊혀지지않아요，잊혀지지않아요啊。那么第五个呢，내 친구는 아주 착해요，经常啊착해요착해요，为什么呢？这个지어加 해 的时候呢，变成了这个 care。对吧？所以呢，擦 care 哟，这么说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练习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啊，那么 받침 啊，韵尾如果是 시어시 是它的받침 的时候呢，加 하다 变成什么呢？啊，它的这个什么呢？它的代表音是这个 디거 加 하다， 디거 变成送气音，变成这个 타 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깨끗하다 啊，깨끗。那么这个 good 시어시跟它结合的时候呢，先变成的哥，然后呢再变成什么呢？送气音化，所以呢，깨끗하다，对吧？那么第二个呢，暖和啊，这个是干净，这个是暖和，따뜻한데，따뜻한데啊。那么这个也是一样，先变成的哥，然后呢，的哥跟汗变成这个碳，따뜻한데。那么第四个呢？느긋해啊，느긋해，慢慢的啊，非常的性格很慢的意思。那么呢，这个 good 시어变成디哥，再加 해 的时候变成태，느긋해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变化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，读一读啊。第一个呢，전한국말을잘못해요啊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变化呢？한국말啊要变成这个쿵，为什么呢？是一个鼻音的同化现象了。한국말을잘못해요，对吧？那么这个못시어받침要变成这个디哥，디哥呢加해变成태，所以呢못해요啊，我韩语说的不好的意思。那么第二个呢，내일은따뜻하대요，따뜻하대요啊，说是明天很暖和，따뜻한대요啊。那么这个시어跟这个하变什么呢？타。那么第三个呢，비슷한，비슷한啊。티格加汉变成这个碳，비슷한이름이많아서헷갈려요。헷갈려요是什么意思啊？非常混淆的意思，混淆啊。那么差不多的名字非常多，我很混淆的意思。那么第四个呢，다른사람탓하지마세요啊，别责怪，别总是怪别人。那么这个他啊，他，那么티格加这个哈变成这个타，탓하지마세요，这么说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的练习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内容啊。那么也是一样，它的这个 be up 的代表音呢，可以是它们三个，它们三个呢加这个 hago 变成这个 pa 啊，因为这个 be up 爬的这个送气音是这个 pa 啊。那比如说什么呢？cup，价格和啊和价格加 hago 的时候呢，把这个 cup 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这个啊，把这个 be up 跟 ha 结合在变成这个 pa。卡帕古，卡帕古啊，那么这个呢，up，它的这个代表音是这个 up，那么跟这个哈古
结合在一起变成什么呢？ 요파구啊，那么第五个也是一样，他们这一二三四个代表音都是这个迪哥，迪哥在哈古当然是变成他自己的重清音，变成타啊，比如说 오타구啊，这个시어变成迪哥，跟哈结合变成타오타구啊，那么这个呢 빛 光线啊，光线시어 先变成迪哥，再和哈连接变成了비타구啊。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帕침상기어怎么什么的，他们的这个代表音都是这个 기어 기어 加하고变成这个 키어 啊，变成 카了。我们看这个 목 是什么呢？ 份儿，一份儿和什么？那么这个 목 加하고变成这个 모카고，모카고。那么这个呢 부엌 是厨房的意思，跟这个 하고变成什么呢？ 부엌하고，부엌하고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音变了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送气音化的综合练习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第一个 가, 왜 늦었어요? 왜 늦었어요? 为什么晚了呢? 길이 怎么读? 막혔어요. 길이 막혔어요. 这个 기어 跟这个 혀 变成这个 크啊 变成 켜 막혔어요. 因为呢道路非常的堵啊, 길이 막히다 堵车. 那么第二个呢, 가 怎么说? 반찬이 없는데 어떡하죠? 어떡하죠? 这个 떡, 这个 기어 跟哈 变成这个 카, 어떡하죠? 啊, 那么나 怎么说呢? 밥하고, 啊, 那么这个 비어 跟哈 变成这个 파, 밥하고 김치만 있으면 돼요, 啊, 这个饭和泡菜有就可以了,这个意思. 那么第三个呢? 입학한 지 3개월이 지냈어. 这个有两个了,首先呢,是这个 비어 加 哈, 变成什么呢? 怕, 然后呢? 키어, 키어 再加 한, 变成 칸, 아, 那么 怎么说呢? 입학한, 입학한 지 3개월이 지냈어. 那么 나 怎么说呢? 벌써 이렇게 됐어? 이렇게, 아, 这 히어 加 개, 变成 케, 이렇게. 아, 已经是这么久了吗?这个意思啊。 这个就是我们的送气。 那么今天呢,我们就讲到这里啦。 希望大家收看我们下面这节课的内容。 여러분,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.